孙博文走的时候，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不想说没关系，他还指望我帮他找到叛徒呢。他不会不回来的。 这是你以前放在里面的，没想到我还记得。表面看，你很善良，但和这枚手雷联系在一起，让我感到害怕。这枚手雷是美国制造的，是你喜欢收藏，还是为谁准备的？ 想用车，你能帮我借一辆吗？没问题，什么时候用？明天下午3:30，我在万国三道街等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按时帮你送到。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先走吧。 老梁和老朴的事儿，你向宋华江汇报了吗？ 还没有来得及汇报。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还不回报？你不知道危险性吗？一天到晚你在干什么？孙博文叛变了，宋花江就更难见了。我在等他的通知。你终于相信孙博文也叛变了？ 我以前不信，可是老梁和老朴他们都牺牲了，我不得不怀疑孙博文。江斌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两个人早就完了。现在几点了？ 以前没看你用过这块表。哇，那就挺送的。孙博文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。不会那么巧吧？算了，不说他了，你赶紧去弄车吧。 人呢？喝酒去了。你们这个庆功也庆得太早了点吧？柳氏科夫根本没有被干掉，你们上当了。早就应该知道了。你明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理由很简单：第一，伊万洛奇是共产国际的人，可以说是我的领导；第二，这么做也有我自己的理由。 可我怎么觉得，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从郎酒亭这儿搞出这台车来，是为了在他面前显摆呢？有吗？当然不是。
我只是希望把动静弄大一点，引起我组织的注意。这个主意倒不错，孙博文同志，你很聪明，可是密电码呢？我已经跟郎九亭说了，让他把关东敏屋的人给我撤了，等他把人撤了以后，我就可以拿到密电码。你跟郎九亭说？奇怪吗？奇怪。没什么奇怪的，因为他有把柄在我手里。本来我以为那个家伙已经很能干了，没想到你比他还能干。你有俄文名字吗？没有。你的叛徒查得怎么样了？有线索了吗？应该很快就会有线索了。还有人帮你啊？嗯，我不会告诉你的，就像你不会告诉我谁在帮你一样。我当然不能告诉你啊，我们两个分属两个不同的情报系统，我现在唯一能说的就是除了你，我们还是没有联系上哈尔滨的地下党。你也可以学学我，如果不行的话呢，可以把动静弄大一点。动静搞大要看分谁，这么做不适合我。今天晚上我设计想让野狼上钩，我没有想到他技高一筹，他以让我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。当然我也有我的手段，我能让死人复活，柳志科夫现在安然无恙，所以我和野狼打了个平手。不过我们得承认，在苏联特工和孙博文面前，我没讨到什么便宜，可以说屡屡失败，必须承认这一点。作为机关长，我也负有责任，因为直到今天也没能查出谁是满洲之狐，谁是内鬼。为了在七天之内完成零号行动，程参将军勒令景田队长在这个任务面前有四条出路。第一，马上抓捕孙博文和苏联特工；第二，日本式的切腹；第三，中国式的悬梁；第四，欧洲式的引弹自毙。除了这四条路，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，但是在我这里有第五条路。诸位请端起酒杯。我的第五条路是特意为满洲之狐和内鬼准备的，说得更明白一点，我在我怀疑对象的酒里下了毒药。既然是怀疑对象，就不可能只有几个，一定会有冤死鬼，这样做有些残酷了，连累了无辜，但是为了猎熊行动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，所以今天有几个人必须得死。
交易。梁子，你让我想起了石川君另一首诗，在什么地方有了死去一个年轻女人的烦恼的感觉，春天的雨雪落下了。啊，对了，老科长，忘了告诉你，那毒药叫阿米巴菌，喝下去以后，接下来的七天里你不吃不喝，只是呕吐排泄，由于严重脱水，你的身体最后会像一个婴儿一样。啊，梁子，你觉得还有比这更刺激的死法吗？还有一种死法更刺激。什么？心肌梗塞。乔本君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死法？我不知道。我听说在鹿儿岛有家人出事了，我把石川先生的另一首诗送给你。离别走来了，灯火昏暗的夜晚，靠着车窗摆弄一个绿色的小苹果。全体举杯，举杯。西卡努卡玛，瓜斯卡朱里西卡努卡瓦，伊德卡努努里，斯卡瓦里。伊玛斯吉奇哈。杜斯卡马西亚诺姆奈，来人！这两个人是哪些？其实每杯酒里我都没有下毒，只是为了甄别出谁是满洲之虎，谁是你们。这样一来，这两个人活不到天亮了。高科长，由你来亲自负责审讯这两个人。两口子卖大烟，一杯一杯子无忧儿啊。
小老虎，奶奶的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说在同发楼茶馆没发现孙博文是吧？那功夫你知道这个孙博文在哪儿吗？在哪儿？哼，神仙都猜不出来。这个是时候的那功夫在我家，咱上哪去绑票啊？看来是不能做发财梦啊，一做鬼就成了。大哥，孙博文呢还算义气，他没要你小命就不错了。兄弟，你的嘴可得严点啊，别在外面乱说。这事儿要是传到景田队长的耳朵里，先丢人后丢命，记住了吗？哈哈，蓝厅长，你好啊，苏掌柜，稀客，稀客，你咋来了？那辆雪佛兰轿车给你修好了，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漏了点机油。雪佛兰轿车，我啥时候让你修的？哎，你不是派人把那辆车送到我厂子里了吗？来的人特别交代，让我检修好了以后再给你送回来。苏掌柜，那人长得什么样？我没有见过那个人，下边的伙计接的活。郎厅长，车钥匙。啊，苏掌柜，请。好。郎厅长，这位先生是？我忘了介绍了，这是我在奶头山当胡子的时候二当家的。外号叫快枪林三儿，现在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啊！啊，久仰，久仰，先生，爷台啊，苏掌柜，爷台这俩字儿不明白是吧？他说的这是黑话，他是说苏掌柜精气神儿高，气质不凡，是个做大买卖的人呐、啊。哎呀，这位兄弟过奖了，过奖了。过什么奖？苏老板，您在哈尔滨跺一脚，我都得从炕上掉下来呀、啊！那可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苏老板，坐。好好，是博文吗？我是陈子，你在哪里？你要的日记我已经拿到了，叛徒我也知道是谁了。我马过来，一会儿见。孙博文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去准备。是。Thank you.
人死了要盖棺定论。石存君，你准备为陈子定个什么罪名？童工，不，纯子是为圣战死的，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，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。深山特派员，我不明白纯子小姐她。关于纯子，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了。景田队长，零号行动进行几天了？三天。三天。也就是说，离参谋本部最后的限令只剩下四天的时间了。是这样。四天，转瞬即逝。四天以后，如果你们还抓不到孙博文和苏联特工，那么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们两个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没法跟纯子比。纯子是要进靖国神社的，而你们两个也许埋在满洲国更合适些。哎，我讨厌那个傲慢的家伙。景田君，你的妹妹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了？你们特务机关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乱打听的毛病？乱打听是不好，要不然怎么会把桥本逮捕了？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不过要真的像山山特派员说的，纯子小姐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的话，我们就不该在这里为她送行。乔本君签字吧。乔本君，从你的行为上来看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满洲之狐。就算你把俄国情报告诉景田一郎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呢？你是为了你的家人，还是想报复机关长啊？乔本君，机关长让我转告你，只要你能提供有用的情报，抓住满洲之狐，你就可以建功立国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谁是满洲之狐。谁？梁子。你怀疑梁子？乔本君，因爱生恨，小泄私愤，这不是一个男人的作为啊。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要见机关长。我现在就去通知机关长。机关长，乔本这是在胡说八道。是吗？既然是在胡说八道，你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火呢？关起来。
起来了。嗯，正好我给你端了盆热水。谢谢。哎，雅茹，你昨天几点回来的？睡得跟死猪一样，一点都没听见。我大半夜回来的，叫了你好几声，你都没理我。对了，雅茹，你昨天是不是去我们医院了？我去你们医院干嘛呀？啊？你没带我们医院去找徐建勋大夫吗？这个人我都不认识，我干嘛要去找他呀？那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哎，真的，那个人从背面看长得特别像你。文文，你今天白班吗？白班，不过呀，晚上有个手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，估计得大半夜了。什么人啊，要那么晚？特务机关送来的，被打的都没人样了，腿折了，肋骨断了，被灌了一肚子的辣椒水，还被电刑秃秃的带小便失禁，这小鬼子是一点人性都没有。嗯，雅茹，那我上班去了啊。嗯。梁子为什么要杀乔本？是杀人灭口吗？梁子跟乔本君可能在感情上有些怨恨，乔本君曾经骂过梁子是个婊子，所以不排除因爱生恨这种可能。嗯，乔本说他手里有梁子的证据，去搜一搜他的宿舍，包括梁子的宿舍。是。什么都没搜到。搜是。文龙死了，现在文虎也死了，我的两个哥哥现在全没了。哥，你们怎么说死就死了呢？爹妈死得早，不是每死一个都告诉你们要好好照顾我的吗？你们是没听见呀，还是没往心里去呀？现在都走了，叫我一个人怎么过呀？贺六和小老五都死了，都死了，一个也不剩。那我们只好另找渠道了。我和满洲之狐与将军的见面时间地点都安排好了吧？我都安排好了，
约见晚钟之狐是下午2点，地点在俄人墓地。约见江斌的时间是晚上6点，地点在马甸西餐厅。好，见完这两个人之后，我们就去救杨和善。啊，林雅茹已经把仁和医院的情况打听清楚了，杨和善住在2楼6号病房，门口有两个特务把守，楼梯口也有两个特务，哈东游击队有5个人配合我们，车由江斌负责。文龙文虎的先后牺牲，让孙波文对文文充满了内疚。这次见面，孙波文出于对文文的担心和牵挂，他嘱咐文文以后如果失去联系或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，就到道外2道街的街口电话亭去找他。这次见面，文文把杨和山在仁和医院治伤的消息告诉了孙波文。救杨和山，医院里最好有人能配合我们。我听说文龙文虎有个妹妹叫文文，她就在仁和医院当护士，我们要不要找她帮忙？文文是文龙文虎的妹妹，但是救杨和山事关重大。我听李雅茹说，文文平时有点大大咧咧，救杨和山我们不能贸然请她帮忙。可是李雅茹不是住在她家吗？要是文文不可靠。文文倒是可靠，可是救杨和山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。谁啊？负责救治杨和山的医生徐献勋。徐献勋呢，早年是我们外围组织口琴社的成员，口琴社被破坏后，大部分成员被石村投入了监狱，徐献勋是侥幸逃脱的。过去呢，林雅茹和徐献勋有个接触，这次救杨和山他同意帮忙。太好了。啊，小魏。孙博文呢？啊！给我坐下！弄什么？坐下！坐下！王才啊，根据你的说法，文虎妹妹住的地方就是你发现孙博文那一带。那是肯定的，太君，我跟您说，我这人吧，他眼睛特别尖，隔2里地
我都能看出来蚊子是公的还是母的。这文虎的妹妹呢，应该是刚起床，而且我呀，确定她就住在那一带。刚起床？哎，对。你一大早去那里做什么？啊，太君，不瞒您说，我吧是想对得起太君您呐，给我那点赏钱。这文龙和文虎不是死了吗？可他们有一个妹妹，应该就住在马家沟一带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几天呢，是从早上吧，他晃我到晚上；我再从晚上呢，他晃我到早上；我再从早上晃我到晚上，那叫一个累，太君，那叫一个辛苦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我怕辛苦，我也不怕累。我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就是为了找到文龙和文虎的妹妹。可是他妹妹吧，我没碰着，我碰着孙博文了。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妹妹呢？太君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这中国人反满抗日呢，那都是一窝一窝的，心急得很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小的时候听他们都叫他什么胖丫鬟鸭蛋什么的，他名叫什么我还真的不知道了。鸭蛋？对，是叫鸭蛋。太君，这闯关东过来的人呢，都愿意给孩子的名字后头起小名儿，什么鸭蛋啊，什么狗剩子。好了，你去领赏钱吧。太君，又给赏钱啊？快去吧。不是，那多不好意思。去。是，那我去了。高科长，这个黄菜油嘴滑舌的不可靠，可是孙博文面临着这么危险的追捕，他为什么要冒死去见那个鸭蛋的？机关长，按常理说，一个被追捕的人应该躲起来，但是这个孙博文公然出现在街面上，而且在寻找鸭蛋，我想他一定有急事要办。他只有两个目的：联系苏联特工，寻找地下党。高科长，你去把鸭蛋找到。是。是花非花，你眼中闪烁的是爱是怕，风捎来一句话是真是假，说不清点不明是心里的话。爱情的世界里